哇，猛打上了，延续昨天打再见拳打的气势，今天前三个打数将坤宇都打出来，左手打，哇，没有打到，这应该是一个挥空啊，对，打成一个滚地球，滚动速度很快，穿了，游击手没有拦到，现在二垒上的跑者通过三垒，回到了本垒，再下一层，王威成今天的第一支安打带有打点，中信兄弟这场比赛得点圈打出了第五支安打，分差也来到7分的7-0。这颗内角的速球，虽然王威成受到了一点挤压哦，但这颗球还是找到很好的穿越的点哦。对，滚动速度也蛮快的，曾传生用滑接的方式，球还是穿越他的管区。曾传生看起来是有一点机会哦，这看起来手套下去的比较晚一点。接下来轮到岳振华的打击。